哦，还不错啊，装什么娘炮啊？对，还有你弄女生的东西干嘛？管我，我就是喜欢学二哥的。对，快点快点。好了，我 OK 了，刚才那题比较好看。我现在要去车上把客厅他的屋子调好，真不错，真的。好，等一下哦，等着看哦。可爱吗？你喜欢你那个注射架有吗？是叫可爱的吗？好了啦，开门。